迎大家收睇 U Food 食食攻略，我是你哋嘅食食特工 Rachel。临近圣诞节特别多聚会，不如试下呢几间圣诞自助餐啦。首先有呢个好丰富嘅海鲜自助餐，酒店提供超过200款菜式，回本之选有即开生蚝。好鲜甜喎、当然唔少得有龙虾、蟹脚等海鲜，仲有带子、油金鱼等刺身。至于熟食有即煎鸭肝、烧松叶蟹脚、蒸鲍鱼、天妇罗等等。至于甜品有雪人造型的圣诞蛋糕，亦有圣诞树头蛋糕、榴莲控最爱的榴莲甜品，仲可以任食哈根达雪糕添。而呢间酒店就有芝士主题圣诞自助餐，餐厅搜罗了十几款芝士制作料理，有芝士焗红、瑞士热熔芝士、芝士火锅、芝士忌廉松露意粉和流心芝士挞等等。至于海鲜，当然有即开生蚝、龙虾、雪蟹脚，而且有多款可爱圣诞甜品添。至于呢间酒店都推出了圣诞自助餐，除了几款新鲜海鲜之外，亦特别设有炉端烧专区，会有专人烧串烧和海鲜，有即烧鲜甜龙虾、带子和火焰羊架，不少得海胆手卷等寿司刺身，最后有多款圣诞甜品和入食乌佛皮雪糕。Yoo-hoo!